像还行，救了下来。哎，这边猪妹是一猪头顶了上来，想留蝎子。哎，丢了头退下回来，直接逼出了一阶的技能。这里一阶没有输出环境，这边疯狂的偷对方的后排。哎，萝莉被打残。哎，这里的话剑魔也没有血了，一阶被推了回来，直接被秒掉，剑魔也被侠收掉。最后一个冷上，猪妹的冰冻效果打出来。下路的话，其实稍微远走一下就来了。是看到了一个大招，下路是一波三 v 三，但是。哎呦，一阶的状态太差了，直接被打死了。完了，主要输出点没有了。上头艾罗莉的大招也是白拉，而且艾罗莉这波是没有秒表的。他这边就是定了一下艾罗莉，反身的一个，而且能配合自己的倒钩拉到了艾罗莉。这边要强杀艾罗莉吗？加一个护盾，还差一下补钩，再 A 出最后一下。中间的位置，他一刻头也不回的往自己的塔下跑。螳螂又要来了，这波跳上来，伤害量爆表。而且 Yuki 身上给了自己一个守护，但是 Sweep 的闪现过后用一个 Q 技能收下来，而且没有被 Two Mate 给留下来。Two Mate 利用闪现过，在联赛名次不好的时候还是有第三名，但是牛肉这边开到 Imp 了，又是把他给顶回去。Imp 感觉没有闪现，这个位置只能反身打伤害，所有的伤害给到 Martin， 但 Martin 上有一个秒表，让群众下来第一个时间没有办法把他将击杀，但 Imp 也还在做一个拉打，还没有死，最终被女警一个和平使者给射死，但是平野林这边粘住了，一口治疗 ，Martin 还没有倒下。怎么说这一波的话，其实大龙血量不是特别多。平野林的大招没有推到，传了两个过来，直接被狙击枪给推走了。皇子直接被三人给秒杀，而且一丝血的 Yuki 在秒表结束也是倒下了。这时候只剩下硬喷。